学娃，盯着一画就不回家，粘豆包得蘸白沙耶，酸菜缸里开白花，东北的东，东北的东，木鸟列车反向分流，冰天雪地引来游人无数，就南方小土豆就没有见过雪，不是冰雪大世界是开啥地方？南来北往，一路风景，一路温情。冰雪里的风景一线正在播出。只要是踏进了这个派班这个屋子，我们写上那个签到那个簿子，签完字之后，我们这个神经就立马已经绷起来了。这个冬天冰雪旅游有点热，作为哈尔滨市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现。作为一名乘警，我的发现来自我守护的这趟列车。女士们，先生们，直114次列车始发站哈尔滨西，中到站海口，从中国最北端的省会到最南端的省会，全程4300公里，历时46小时。一路下来能让人体会极寒到盛夏的50摄氏度温差。在铁路内部它还有一个名字，候鸟列车。像候鸟的迁徙一样，直114次列车的客流也有着自己的规律。我们这趟车是人员走多的时候，大概是在每年的10月份到11月份，这两个月是就是说集中出行的人比较多。就是东北的这个所谓的候鸟族，这帮大爷大妈他们，就是往海南去过冬的，一直到了第二年的3月份、4月份又开始集中往回返。不是那两个月份的话，人流可能不是很多。他是过了北京，基本上都是南方人倒短的比较多。今年这个客流是我没想到的一个客流。这个洗面间充电手机谁的？洗面间餐车手机是谁的？洗面间这个手机是谁的？充电的？没有啊。谁手机啊？我的。你的啊？我们喊了一圈。那么招呼着没人，我们叫乘务员呢。你在洗面间，你自己的东西你自己是不是，你是不是得看好啊，爷们儿。我刚回那什么去？回哪儿？刚回我那个座位上。你要冲，你看住了，你看好，你在那放着，人家拿走了怎么办？咱们这一路乘警也都非常负责任，晚上提醒，尤其我搁这充电，别忘了拿手机呀、啊。咱们的乘警都非常负责，都很到。这个冬天去海南过冬的候鸟老人依然遵循着他们的迁徙规律。主要领俩孩子，哈尔滨太冷啊，寒假这个寒假他也出不去，先搁这儿呢就领俩孩子到海边玩玩。请您在安全白线内行走，请没有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客流的明显变化发生在返程的直112次列车。从2023年12月份开始，乘坐这列火车前往哈尔滨的旅客逐渐增多，这是往年没有过的现象。你们摄像师来，让我进去，我帮你们来维持维持秩序，来，你们都在这堵着我进不去，你们谁也进不去。你箱子往里拿，谁箱啊？你搁这挡门，你谁能进去啊？动一下，前面动一下。来，往前走，前面往前走。为什么动一下？返程去哈尔滨的人特别特别多，而且都是操着一口南方口音。我是来自广西来宾的，
然后我是从来宾转到那个湛江，从湛江西转了这一趟车，然后到哈尔滨西，是放假嘛，然后带小孩去旅游去玩一下，然后去雪乡看一下，因为我们南方嘛，就南方小土豆就没有见过雪，就去看一下雪。我们是一家四口的，从广东广州的过来北方，啊，在网上看到北方很多报道说我们北方的热情啊，所以我们就假期我们就一家四口过来了，是吧？过来这里看看玩玩，期不期待？嗯，开心吗？你们第一次玩雪？对，我们还没见过雪，对不对？我妈妈她看别人拿那个热热壶呢，里面的水洒开，然后呢就会变成冰了。嗯，散开很好看。那你想尝试一下，对不对？想。祝大家身体快乐，龙年大吉，身体平安。往年三十我走班的时候，赶上三十的时候，车上其实没有多少旅客，很少。嗯，一节车厢我可能有的就十多个旅客。卧铺车厢、那个和硬座车厢都是一样。但今年这个客流让我没想到，就是客流量非常大。你们要到哪玩啊？我们计划去哈尔滨看那个冰雪大世界，然后完了以后去那个雪山看雪山，然后去雪乡，然后完了以后去漠河看日出，然后接下来去齐齐哈尔吃烤肉，然后完了去吉林看那个雾凇，然后最后再返回。我很希望快点看到哈尔滨是什么样子的，在网上查了一下那些视频，看起来很美。我们是晚上年三十到的广州，从哈尔滨到的广州。广州一开车以后，我们这个车厢就硬座车厢就超员了，卧铺车厢已经定员了，一直超员到第二天到海口。大年初一回程的时候也是，我们海口一开车就已经定员了，等第二天到广州以后，我们这个硬座车厢又超员了。你是要过来吗？你要过去吗？对对对，我好像不去，我比你够呛。够呛我也得过去，没办法，踩人过去吧。人太多，那能踩人吗？那不行啊，这就是春运呐。以前我们这个客流就是说到沈阳北几乎就是只下不上，但是现在这个客流，我们这个车沈阳北下100人上100人，长春下100人上100人，这客流就是一直就是说只增不减，有时候硬座车厢还会超员。我以前小的时候是在这长大的，长到15岁，在这边长大。哎，对对对，怀念小时候吧。我们是从徐州丰县买的车票，然后因为这个过程中要转车嘛，因为前段可以坐卧铺，后一段没有车了，我们就坐了一个就是没有座的。回家心切，没有二十多年没回去了。对，看看姥爷这是。然后这次去哈尔滨就是找我对象，他因为去年他去江西也玩了好多天嘛，那今年他说春节到他这边来，然后去看一下他家里的情况，然后看一下双方的这个契合度，我觉得不错，就是可能以后就是说在一起结婚生小孩之类的。旅游的、探亲的、访友的，都坐着同一列车来了。可以说我们的列车是他们哈尔滨之行的第一个体验。作为哈尔滨人，我们要让他们在这一刻就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对他们的欢迎。怎么了小朋友？哭了生气？有纸快擦擦眼泪，拿纸。哭啥呀，马上到家了哭啥呀？别哭了别哭了，来，别哭了别哭了，来上来快点来。谁惹你了？嗯，叔叔惹你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完了，胳膊打折了啊、哎！别哭了，别哭了，妈给我包吧。别哭了。到哪儿下呀？你到哪儿下？哈尔滨。到哈尔滨啊！别哭了，一哭哭不好看了啊！一哭哭眼睛肿了，不好看了，是不是？旅客来自天南地北，脾气性格也天差地别，封闭在一个车厢里，出现小意外、小摩擦，总是难免的事情。你管我喊啥样呢？我回去了，走，你给我撑老痒。来，别喊，不要喊，不要喊，不要喊。我吃。来，坐，怎么回事？都不认识了，就在那喊。
那个你在这块人多，估计你也想不起来。你跟我们往那块去，我问点问题。来，等老黄你来。我问你点问题就行啊。来来来，因为啥事啊？你们吵架呀？我不喜欢他关系好，那你。你说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那说话，就是聊的那个内容你不喜欢听，是这意思不？对。怎么回事啊？是你们吗？我都不认识他，他就在凶 啊。是凶你啊？怎么凶你？他就骂人呢，他就用他老家话骂我，怎么样怎么样的。最后呢，我就说，我怎么样你了嘛？我说这个时间如果是九点以后熄灯了，我俩在那谈心说话，影响到你都可以。他说你说那话我不想听，我说你不想听你可以不听啊。跟我有什么关嘛？我俩谈心跟你有没有关？他说你的话题我是怎么说不想听？我说他是不是你女儿？不是吧？我不是你女儿，用不用你管？不用吧？他还在那骂我，他拿他的老家话骂我，他以为我听不懂了呀，所以我就找了乘务员，我说你报警吧，要不然我报，那我肯定要报啊。有两个女性旅客，在车厢里聊天儿。就是因为他俩说话，这个南方旅客不愿意听他俩说话，完就因为这个事儿，就跟他俩吵起来了。他点名道姓说你了吗？他针没针对你？他针对我，我不喜欢他这样的位置，我这个人就是。你不喜欢？这个车厢有这么多人，这是个公共场所。你还是封着吧，这样封着还是对大家好，别到最后又起什么，再又起什么冲突，是不是？本来过年就应该就是高兴出行的，因为什么事儿也大家也不好，是不是？先等一会儿啊，等他们那头处理完了，等过来之后没啥事儿了，看看就把你们给拆开。我们也劝他，该睡觉就睡觉，该休息休息，完了你再过去就没事了。大过年的，今天初二，大过年的谁也不愿意惹事儿，也没有多大的事儿，就是你看不惯一些事儿而已，是不是？我们把他串到别的车厢。那我感谢。哦。我大过年的，只能说这个警官也好。啊好。谢谢。了解完情况，又把这个男性旅客和他的女儿给串到别的车厢去了，避免再次发生冲突。出门旅游图的是一个心情愉快，一旦出现毫无必要的摩擦，影响的是整趟旅行的质量。作为乘警，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早干预，勤提醒。广大旅客您好，铁路公安机关郑重提醒您，要提高警惕，防范网络电信诈骗。凡是刷单返现、退款补偿、中奖交钱、解冻账号，不要轻信。凡是亲友借钱救急、领导指派转款，务必通话确认。凡是陌生人添加、被邀请进群、网恋交友，要小心提防。这手机都是你的啊？三个手机都是你的啊？那行，你自己充电的时候自己看住啊，你要睡觉的时候就把它拔掉了啊，因为在这放时间长了没人管，容易丢啊。都是你们的那个手机啊？嗯，自己看好啊，晚上休息的话给拔掉了。拔掉了啊。你这也是啊，晚上充电要是充完了就拔掉它，随机休息的时候啊，别那个没有人看管。两个小时一巡视，半夜也得巡呢，半夜是非常非常容易发案的时候。如果说你闪着这个警灯啊，你闪着这个警灯出去了，你就不管他是犯罪还是不犯罪，他都会觉得这个车上有警察。有些事儿，就算是这个东西明晃晃的摆在这块啊，有警察我也不能拿。值112次列车共有18节车厢，一节车厢26.6米，来回巡视一次1000多步，看上去很短，然而积少成多，一趟乘务下来我们大概要走3万步，随随便便就是10几公里。别动，我给你量量啊。他饮酒了吗？没有那个他跟没跟别的旅客发生争执啊，说是有没有什么摩擦一类的？没有是不是啊？水源可以，一个1.79，调站台，这样的话才方便出去。你们行李都少行李啊？这个就那两个兜子，这个来来，我给你拿来，一会儿行李好了。哎大哥，怎么回事啊？
生说说。刚才我给你测的血压是127.9。哦，我病不了一些。感觉花腹水有没有？对，这不是感觉花腹水吗？1、2、3。哎，等一下啊，慢点啊，你瞅点脚下啊，你好嘞，好嘞，慢点啊。帮忙！来，调过来！抬上来！好，慢点啊！来，帮忙抬起来！对！从走班第一天，反正我们这个，我这个。就是说这个心情就比较紧张的，一直到第二天晚上就感觉到有点疲惫累了。旅客朋友，列车前方到站为哈尔滨西站。哈尔滨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这段即将到站的音乐我再熟悉不过，它提示我这趟5天4夜的职程工作即将结束。走下列车，旅客们也将开始他们在哈尔滨的下一段旅程，而接下来的旅程会有其他同事继续守护。冰雪之旅遭遇春运大潮，百年车站迎来大考，全网都在看我们。冰雪里的风景一线正在播出。532超员了，是不是？车上1000人，然后那个在有这块下600人，上600多人，那还是超员，还是超员啊。正常是多少人？正常是满那个满编才600多人，满编才600多人啊。这个冬天的旅游热进入春运期间达到顶峰，游客流叠加学生流、探亲流，车票变得尤为紧张。为了能尽快到达目的地，很多旅客会先买一张短途车票，上车后再想办法补长途车票，列车超员已经成为常态。一会儿等532次这个车到了之后呢，咱们每个人啊，在一个车厢啊，一人一个门头啊，维护好秩序啊，因为他这个车现在是超员状态啊，咱们大家把这个维护好这个乘降的秩序啊，别让这个人有什么踩掉下站台啊这些事件发生。为了保障列车安全运行，许多车上未补到票的旅客需要在哈尔滨站下车，而我们的任务是确保这短短的暂停时间不发生任何安全问题。你得维护好，别有什么踩踏事件啥的。对，哈尔滨下600多人，对，这马上上也是会上600。靠边，别掉下去，往这边走。随着哈尔滨这个旅游旺季吧，这个火爆出圈，哈尔滨火车站的客流呢也随着增长。现在一天客流不得10多万呢，是不是？差不多。一是务工人员，二呢是来旅游的，三是这个学生已经放假了。今年这个春运对于我们而言是一次大考，因为全网都在看我们，游客的增多，外籍旅客的增多，客流量的增多，我们面临的考验也在增大。为了给来哈尔滨的游客一个美好的记忆，各行各业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展现着这座城市的热情好客。作为在哈尔滨站执勤的民警，我们也必须拿出十分的认真和诚意。现阶段研学团很多，而且研学团一般都是以学生为主，我们车站派出所加强了与客运部门相关的沟通，尽量做到提前预知，提前了解。当我们预知好了，发现到了有研学团，那么我们公安机关就会出动民警与客运部门协同合作，将我们这个研学团安置在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一个地方进行候车。但待火车来临之前，我们进行专门的引导护送，这帮这个孩子们能够顺利上车。有困难找警察，哈尔滨站派出所24小时有人值班，我们力求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没事没事，我们帮你抽啊。护照是吗？嗯，护照是二楼上电梯，人工窗口就可以去。啊，对对，客运站办事儿了，我在这儿买票都没有白签的。客运站啊，就原来吧，客运站搬到哈尔滨西站了，啊，搬西站，对，从外边这边重新右转，坐96路，九十六直达。哎，谢谢。哎，爹啊，地下也有，然后买完车票呢，到二楼候车室也有，没有白送的，是这一层，是会下一层，下一层，谢谢啊，好，谢谢。我们下车下早了，上韩西站。哦哦，这样是那个哈尔滨站，对。从来，我告诉你们，来，慢点啊，慢点，慢点。哦，2点多来得及。来得及，打车到那个没多长时间吧，应该。打车的话也就是半小时。啊。我告诉你怎么打，然后你从这边下去啊，没事没事。看见了吗？这会儿有旅客排队，排队啊，过去就行了啊。好了，祝你们一路顺风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没事儿，没事儿啊。好了，再见啊！我这个包落这了。什么颜色的包？10.33，黑色的。黑色，双肩包，单肩包？双肩包。双肩包。对。包内有什么东西？包里有一个银行卡，然后有点鞋垫啥的。有没有贵重物品？嗯，就一个银行卡。就一个银行卡。对。然后还有其他耳机充电器啥的，都是一些自己的生活用品，对对对，是不是？对，别着急啊。过安检的时候我忘拿了，好像。嗯。来，小伙子，来过来这边。是这个。找到了吧？这就是这个信。以后自己别这么马虎，好不好？啊，来，你看一下东西里边全不全，好不好？今年这个冰雪季啊，我们处理最多的警情就是帮助旅客啊找回遗失啊遗落的这种物品，找包的也好啊，然后走失的也好啊，然后再就是这些服务类的啊咨询类的啊，我们每个民警呢基本上每天的微信步数啊基本上都在20000多。这个是没无人认领的，是不是？是有那个小两口，3个啊，半天了吧，是不是？行了，谢谢你啊。啊，不会客气。好。一般情况下都会找到，因为这个现阶段虽然说旅客很多，但是呢旅客现在文明程度都很高了，大家这个发现了或捡到了都会送到我们这个服务台，或者说交到我们这个公安民警的手中。喂，你好。哎，哈尔滨站派出所，刚才你这个报警说一个包落在候车室了，是不是？你叫刘，里边有一个你的学生证，然后有一个这个 pad。对，你这个派的密码是多少？你说一下。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啊？那你这样，你可以让你朋友到这个哈尔滨火车站上二楼候车室中央服务台，知道吧？旅客呢，他有的时候就是出于马虎，就是落车上了，落到这火车上了，然后有的人呢是落到这个安检了，有的时候拉候车室了，所以就是得调查这个公共区域的轨迹。咱们想想，有的时候，哎，这个包呢过安检时候被别的旅客拿走了，所以啥呢？就是这个事儿呢就繁琐了。啥颜色的包？红色，格的包。那这样，根据他的体貌特征，在这个安检处看一下他今天能进来。9:45，你都能跟着红色格子的小包。这个旅客呢，是因为早上5点多。他报警的时候已经是10:30了，将近5个小时，遗忘在这个候车室内了。但是呢，这具体位置呢记不清了，因为他不知道所在的位置啊。咱们都只能是通过他这个身份信息啊，进站的整个公共区域的一个视频监控，咱们是把这个所有的全程监控调取之后啊，锁定了这个他检票口的位置。来了，他已经出现了，是吧？身上背这个包，是吧？往候车室里走。他找检票口了，快进一下。这样吧，监控你先调上，然后我这样到服务台和收票处去问一下。好的，情况告诉你。好的，有电话有事情电话通知你。那个丢包的小朋友小孩坐的那位置应该在12、13检票口和14检票口中间，然后靠近12检票口。我刚才给你发了张照片，照片那个小手的位置就应该他的座位。同事，这是你包吗？不是你包。我把你提前叫了。
一个粗心的学生给我打电话说包落落了一个座位上，行了啊，出门在外把东西看好啊。嘿、hey, 你好、啊、你好啊，这是他妈妈。哎嘿，你好，是那个我把这个摄像头翻转过来啊，给你这个儿子清检一下物品啊。啊，就是孩子作业在里边。是他包吧？对啊，包吧。在哪位置了？我是在座位上帮他找到的，就一些书本啊，好像没有什么太贵重的啊。没有贵重的，是没有，是不是？那是孩子作业，拿回来写作业。后期我们把这个东西交到这个哈尔滨火车站了，啊，哈尔滨火车站这个服务部门它有一个事务招领处，然后到时候我把电话给你，好不好？你跟他电话联系就可以了啊。就是下次吧，这个出门在外一定把自己的物品保管好。你把这个手机解个锁，我确认一下是你的东西。好，别的东西没少哈？没少。收好吧。每天，我们陪着他们一起。体验失而复得的快乐。好，谢谢啊。安检的时候忘了。忘了，光拿大件儿的。来，清点一下。在这儿啊，谢谢，给我要打电话。没法找到你们。没事儿，没事儿。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是香港的。我们是知道你们从幕后。一家人。而他们发自内心的感谢，也让我们感受到作为一名人民警察的光荣。其实每天看着是一件小事儿，但是我们都是用心去做，帮他们找回来了，哎，我觉得还心里边比较欣慰一些，东西啊完璧归赵了。他高兴的同时，哎，我觉得我也高兴，我也替他高兴。反正不管什么事儿吧，就是只要我能帮助解决的，我就帮他解决掉。森林中的童话小镇，大山深处的雪之故乡，风景因你而更加美丽。冰雪里的风景一线正在播出。我们从南方来的，看见这里呀、很漂亮。这边都玩了吗？漂亮漂亮。哈尔滨那边一直过来，很舒服，这里玩玩还可以、啊、也是第一次到那个东北来，然后见到这边景色也很好，然后正好是那个今天下雪了，跟朋友一起过来拍拍照。这个冬天火热的冰雪旅游不仅仅是在哈尔滨，我的家乡横道河子这个位于大山深处的森林小镇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客流高峰。今年游客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按照往年来说吧，都是像一些亲戚朋友可能带着自家人过来溜达溜达就结束了。但是今年吧和往年完全不同，受这个咱全省这个冰雪旅游的带动吧，然后呢日均游客现在能达到2400人左右，如果到了节假日的话，日均游客能达到11000人左右。啊、就想看雪，今天你们来的特别焦，今天就是下的雪还挺大。没滑过雪吗？你们刚太爽了，感受感受。景区的游客增多，每天接到的报警求助也开始增多。为了应对旅游季的治安需求，我们公安局在沿途设置了护游驿站，同时向各个旅游景点增派警力，以确保游客安心的来，舒心的玩。因为游客多呀，我们白天之前是在点位上，然后现在的话不仅在点位上，然后也进行这个日常的这个巡逻在各个景区，然后呢晚上呢因为游客现在也有，之前就是到七点钟游客可能就没有了，而现在呢我们晚上呢也会就进行一个就是全副武装进行巡逻，然后全力保障这个游客的这个安全。这个东西吧，咱拍照在那儿就忘了。你看来了忘了，我在那就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在那个没人。这大人老好了。谢谢大爷，谢谢大爷，你们老幸运。夹着羽绒服，手机都拿走了。谢谢。先领一下，看是不是。先核实一下，看是不是。
全都在。没缺东西是吧？对，那就行。主要是身份证，我们明天就回南方去了。对，以后一定要注意。好，谢。多亏是东北的，多亏这个大爷。添麻烦了，给你们添麻烦了啊！辛苦，给你们添麻烦了。应该是我家。谢。好，走吧。哎，我们这儿呢，发生求最多的就是要么就是手机丢失了，然后要么就是可能无人机的电池丢失了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所以说呢，就是希望这个游客朋友们哈，一定要携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作为一个本地人哈，我非常的欢迎就是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哈，来到我们这个海林市横道镇这个像童话世界一样美丽的这个浪漫小镇。但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呢，我要提醒各位游客们，第一个呢是要注意交通道路安全，因为很多南方游客呢，他自驾游过来玩，然后呢也没有什么措施，而呢但是呢东北呢冰雪路面较多，他没有防护措施之后呢，就容易出现一些车辆打滑或者误入到这个雪地这种情况。像我们初二的那一天吧，我们就救助这个游客呢，只有六七台。亚雪公路，哈尔滨亚布力通往雪乡景区的主要交通动脉，每年有90%的游客会通往这条公路，通往雪乡进行游玩。雪乡交警在大雪的这么残酷的天气下，从雪乡里面把我们带出来，非常感谢雪乡交警。感谢雪乡交警。别停，停了就缓打滑了。今年春节期间，我们交警大队全员上岗，和13个兄弟局支援的交通警力，一直奋斗在亚雪公路上。我和同志们每天开展不间断的交通巡逻，维护道路的交通顺畅和平安。3年了，我和同事们每个春节都是在亚雪路上度过的。我和同事们会一直坚守在亚雪公路上，保证游客的平安出行。